钱就拖在这了。好，晚安，拜拜。办法让他不要撞我啊！有个鸡巴的、啊，撞的靠腰、哦！你他妈，他妈可以再接一点！撞到啊，我怎么觉得我越跑越差、啊、其他就不用理了。你们选手很低级耶，你知道你们选手很低级哦。你们选手会撞人啊，很低级啊。怎样啊？我不想跑了，可以吗？烦哦。可以。撞到就是，为什么这次又被撞到撞墙啊？你他妈逼滚啊！干，真的没吃到。这能赢的东西呀、啊，看就知道了吧，这能赢的。我刚刚没有撞到啊，是其他地方撞到了。其他钱在银行。干你你、啊、这人真的很低级耶、欸、不是啊，这个这个人真的很低级，你知道吗？超级低级的。
啊，没吃到。加加 ，Teamster 2003，谢谢追随。没钱了，我要去领钱。滚滚滚滚滚！啊，这里有点远。积极的方式来赚钱啊！说好骑士道呢？说好的骑士道呢？要关注了。加加，哈帕，谢谢追随。神父走到外面，居居。说好读取呢？干。我忘记我什么时候。决定要做一件事情。那，蔡叔叔想要改骑摩托车上场，才不是三 game 嘞，直接关掉重来，妈的！好，全都是他的人，妈的！藤原拓嘛，还有水沟式跑法是不是？我要骑一下这个，原来我没睡觉啊，妈的！吃什么的、啊？还被挡住。
可不可以给我挡住了一下？不错。我怎么只能打单体啊？不懂啊。还有一件麻烦的事情，先去睡个觉，因为那个沙漠鲸鱼那边，啊，我没有先睡才记录，麻烦。MP 0怎么玩的？就是一直放招啊。我要换一个，没过没钱了，所以我不想花那笔冤枉钱。就我自己的马比较快。沙漠玫瑰啊，哎呦，相片！哎，有人在追我！我干你老师哎、欸，吓死我！撞到了，还是得打。没有啊，为什么？好奇怪哦，为什么来打150滴啊？太少了吧？全心全力斩！干！不要 ！Ben！ 阿伯铁他快死啦！少太晚会跑出来，这些虫太小啦，暗算我啊。少什么啊？上次不是打这很多吗？全心全力战！
Ben。好激哦，妈的！探探探探探探是怎样？只认识老兵跟你不认识我们大餐哥，你竟然不认识我们大餐哥！小熊，你也不认识啊？我知道六啊，我知道他六他，只是探探探探探探是怎样？铁甲爆了！有没有长按已结束啊？梅根为什么要认识小熊？看，如果有看比赛都知道啊。卤蛋，他前一阵子的露脸率很高，所以我觉得也很容易吧。对呀、啊，原来是不是没有眼睛？原来他是胖好多，卤蛋瘦了耶！所以他脸是不是？他脸本来就还蛮大的。哼，我要先去记录，妈的！充气过，靠腰。删除冒险蜘蛛，妈的！当初我总会没有来这边啊，太奇怪了，难道当初是盖住的吗？连电台都在爆连他电趴什么？啊，因为柯文哲有去吧？加加 ，Cinco no se cae，Cinco no se cae， 谢谢这谁？进化的世界。
小徽章。卡住，无形的一道墙。再去记录一次，刚做了很多动作。没有，那边是我没有砸到的。我是知道那边有我没捡到的，所以才砸。马德比赛超远的，手会被吸过去的地。之前刚遇到卡缪的时候比较好笑吧，因为你砸罐子会吵醒卡，都会吵到卡缪。我干，6392谢谢追随。拿完之后一定要摔它，当然要摔它，要不然拿了干嘛呢？哎、欸，我按住了，你刚没有走路啊？你很烦欸，我死失误了，我一开始要冲才对。怎么没冲到、啊？干，走，失败啦！连续两个没吃到，还要输了，没关系，第一次。
干，又掉了。第一次没有冲也很亏。什么？不是啊啊！那时候进监牢哦。对，冒险者之书已经记录好啦。可恶什么？哼，还有新的吗？没有了。什么 baby？ 有啦有啦，我 SL baby 好不好？我为了不想要浪费那些钱，我 baby 好不好？抱歉。要回乡下结婚，敢说好像那匹马是你们骑的，记录。我没骑过嘛，但是阿婆铁蛋骑过嘛。慢慢，应该到时候再买魔剑士系剑就好了。先去找萨马迪王吧。凌晨，威比，要找齐三哥决斗，靠北。之前那个冒险者吗？既然你走遍世界，莫非会知道什么勇者心的事？国王正在向国内学者会诊勇者心的消息，如果你知道什么，还请尽速告知国王。哎，猫不见了！不，对啊，怎么没猫了？我想说他面前不是都有只猫吗？小萨马呢？偷偷告诉你，我打算再过一阵子就离开萨马尼王国，我有家人在，我并不想赔上性命为这个不知何时会灭亡的国家工作。连骑士都变少啦。
表是萨马迪的士兵，但他自从到王国外巡逻就再也没有回来，一直行踪不明。可他跟我说过一定会回来，我相信他说的话，会一直等下去，等到他回来的那一天。猫都不见啦，他男朋友去赌场。萨马迪王人在王座内，如果要接见国王，请勿失礼。法里斯，不要做危险的傻事。父王不用担心，我会解开那颗星星的谜，让萨马迪的民众安心的。嗯，他没发现我吗？我的勇者胃不好。哦，这不是阿拉伯铁蛋吗？先前法里斯可受你照顾了。没看错，尊驾驶。好久不见了，萨马迪王。自从那可怕的灾难侵袭尤格诺尔，也就是四大国峰会那天以来，有16年了吧。罗爷，我都听说了，勇者是会为罗德西亚西罗德塞亚西亚带来灾难的恶魔之子。这种说法是编造的，还请原谅我为了识破迪尔卡达王的谎话，而导致世界崩毁这严重极致的状况。没关系的，抬起头来吧。一切都是乌尔诺加的诡计，他附身在迪尔卡达王身上，并不是其他人的过错。罗爷，谢谢你。目前更重要的是勇者星，如果星星继续那样坠下地面，就无可挽回了。你知道那颗星星有关的事吗？我有请国内学者调查，但目前还未查出任何消息。装作没看到，等我来问话。我一问，责任就在我身上，完完全是骗空气人套路。OK， 是可以原谅的吗？他没有加害啊，所以应该还好吧。会有一件令人在意的事，我儿子法里斯在笼罩那颗星星的红色结界上，发现有像文字一样的课文。勇者星上有结界，而且还有像文字一样的课文。是，所以我儿子刚才为了调查那像文字一样的课文，带着学者向巴格拉巴沙丘出发了。王子成长了。阿婆铁蛋，我们也去调查勇者星为何会坠下。罗爷。如果你们要去巴格拉巴沙丘，可以顺便看看我儿子的状况吗？我实在很担心法里斯。太感谢了，我会通知封锁关口士兵放各位通行。那么我儿子就麻烦各位了。他露出来了，他已经露出来了。我是担心法里斯，但那孩子已经是大人了，应该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我这个做妈妈的会在他旁边看着他做好自己的角色。哎，出不去啊！你看到那王子那勇敢的脸庞了吗？他为了受苦人民的不顾自身安危挺身而出，那样子才是他真正的模样啊！啊，法里斯王子。有你这样子的王子，我们萨马迪人民是多么幸福啊。猫还在。是一只猫了吗？勇者星开始坠下的当天，猫咪他们就突然一阵吵闹，然后离开了城堡。现在一想，或许猫比人类还早一步察觉到世界变异也说不定。而这只猫没有走了。这个我记得有摔过了。没错，只剩下这只猫啦。受到可悲命运撕裂的可悲灵魂，折磨如等的苦难，依然远远地离去，安眠在萨马迪的大地。
好远哦，好想骑马哦。其实我刚刚应该用鲁拉，白痴哦。魔剑士。这是达哈路那一阵。去买魔剑士细剑。这个南威琴的诅咒真的很烦，我觉得战斗就算了。干完错了。达哈路奈还有什么任务吗？比尔卡达东海。撒旦头盔，荒野地下迷宫。哎，我先去那个好了，先去解一下。就是那个啊，一开始的游戏限制啊，南威琴诅咒。不是有不能买东西、不能穿防具之类的那个吗？还有一个，另外是什么忘记了？另外一个是什么 ？Hello， 没有不能记录啊，不能记录太操作了吧。看一下，记得有写啦。嗨 ，Kenny。这里。无法。哦，无法逃离战斗啦！我觉得我也可以装无法逃离战斗，但是 我没有装。现在那边好像有营地，走吧。噔噔噔噔。营地 ，The one's choice。Hello， 这里看不到文字啊，要再靠近调查才行。进入巴格拉巴沙丘很危险，就算是王子的命令，也恕难从命啊。那你的意思是有办法在这里解读文字吗？不是，这个，呵呵呵，王子好久不见了。阿伯铁蛋，斯维亚好久不见，你们都平安啊。我
方都跟我们说了，你们是为了调查那颗星星而来这里的吗？做事成熟多了呢。嘿嘿嘿，没有啦，我只是在尽王子的本分而已。不过你们怎么会来这里呢？我们来这里目的跟你一样，是来调查勇者星的。啊，你不是迪尔卡达的英雄格雷格将军吗？竟然可以在这种地方见到你。你知道我名字？废话，谁不认识你啊？工具人到达，勇者又重坑。当然啊，你是骑士的憧憬对象，我就是以加入格雷格将军的部队为目标而努力至今的。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不过就算没加入我的部队，只要你有勇气保护民众，那就是个出色的骑士。能听到格雷格将军如此勉励，这是感激。站很久了，傻小。不过王子，我看你这状况，似乎调查勇者星不是很顺利呢。老爷爷，你说的没错，因为学者怕得不敢靠近，而就算是我，也没有能力解读文字，正在无计可施。那就由我来解读你发现的古代文字吧。咦，老爷爷，你也看得懂古代文字吗？谢谢你，这可得救了。到巴格拉巴沙丘中央的遗迹附近，我想就能看清楚文字。我先去那里等你们。欸，他自己走，欸，好猛哦！这是广岛，原来。一切生命根源的世界大叔和相传手握着罗德塞达西亚有的上古勇者星，失去了这两者，罗德塞达西亚就非灭亡不可了，没救，一切都完啦！这个学者自从勇者星开始坠下，就一个人念念有词，感觉够奇怪。广岛影城连假死都玩到死啊！沙漠杀手死亡蝎的事让我对王子有点失望，但现在王子则令人感到敬佩。应该是在和你的交流的过程中成长的吧？身为萨马林国民，我必须向你道谢，谢谢你。实在很抱歉，我很想一起前往，但我就是害怕你的两只脚一步也跨不出去。王子已经往沙拉冰中央的巴格拉巴石群去了，王子就千万拜托你了。老实说，我觉得法里斯王子是仗着自己王子身份的大少爷，所以看不起他。但是他为了萨马迪而勇于面对那颗巨大星星的态度，完全就是一个真正的萨马迪骑士，让人想起年轻时的萨马迪王。看他杰出英挺的身影，让我发现自己居然还有那种轻率的看法。不是啊，干是沙丘吧？什么沙冰啊？沙冰是怎样？请问沙冰是阿奇儿吗？钢铁库，哎，就天黑啦，靠！他没有单体图写吗？嗨 ，SSQ， Hello。还有手，所以要用爬的吗？你看到这舞蹈也会扣我血，干嘛这样？我就没其他人了吼，在那边，而且我要解任务啊！侦测到聊天室有不明臭味，靠腰。等一下，怎么都是沙漠鲸鱼啊？受不了哎、欸！这里真的蛮危险的。真的在家就是舒服，打十字，干好精哦，怎么那么精啊？好不贴的，你够屁哦！
斯维亚的困境就是他没有全体技能反。用这个好了。小心点，在实况组内换钱是怎么算？小心点还，小心点抽的成会比其他的斗内稍微多一点。我只知道他那个，你买应该是你买的时候会课税，然后你一百就是。算是一枚了吧，一百小心点一枚。先打倒这个。1000小集点应该就是十枚吧，不知道哎、欸。对小集点没有很大的研究，因为我不知道他是拿实况组的钱还是拿观众的钱。噔噔噔噔噔噔，是。勇者这一边好像变大嘞、欸，11位伙伴变化成钢铁，好猛哦、喔！常驻攻击魔力50，我还可以，怎样？现在，哦哦对哦，因为勇者本来就有那个，嗯，按错。这样我应该要洗掉再点，好吧？到时候洗掉再点。重金属，哦，变钢铁，然后伙伴也不能动，靠背哦，石化就对了。我要怎么上去啊？来打个鸟啊！差不多就小金的意思吧。哎、欸，这个真的很痛，上次拳打在罗身上，超他妈痛的。怎么打他们那么痒？哦，他们血本来就少，防高。不知道为什么，某种程度我觉得光刃斩似乎比霸王斩强一点、啊。安安，请问这个要怎么上去啊？其实上不去啊！怎么就上来了？咦？靠北王子，你都在这啊？拜托一下，王子，你怎么躺在地上？你不是来观察星星的吗？所以他现在在看星星是吧？笑死掉了。两个台柱子，一个拉弹弓，怎么有点马戏团的感觉？因为难得有机会可以在这么巨大的星星正下方观看，我想留个纪念。哎呀，真壮观！各位也来看看吧。哦，
么？让阿婆，哎、欸，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是怎样？王子，你还真是有胆识耶！倒是这座遗迹做什么？居然就坐落在这样荒野正中间，好奇妙！不知道哎，从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时代就有了样子，详细我不清楚了。哎、欸，没礼貌。到底什么东西啊？当初建造的时候，可能也有重要的功用吧，让我感觉到古时候的浪漫呢。蟑螂爬。到底什么？星星上的确是有写什么文字的样子，就马上开始调查吧。这样看眼睛不会瞎掉。请问他是在换鱼吗？你不用着急，我就快解读完了，安静等等吧。不过还真的好震撼啊，能这样接近离眺望游者心，可是很难得的机会呢。阿拉伯铁蛋，既然机会难得，你也站到正中央眺望看看，震撼力十足哦。靠北，嫁祸给我了。魔法公主的森林的精灵，看得到我吗？哇靠，你会讲话、啊？那么你，那是罗爷平常偷窥用的，不会是偷看我玛丽娜公主吧？阿婆铁蛋弟弟，你怎么了？很少看你会自言自语耶。啊，没去啊，都是你啦。哦，没有。靠腰，他怎么有触手？失去的时光啊，到我这里来吧。我帮他配什么音啊？等下里面那傻小。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呀？怎么地震啦？是不是有肥宅在跳？快看星星！好，等下是罗许耀先生啊！什么？星星往下掉了！你看王子刚刚是什么动作啊？噔噔噔噔！沃尔诺加怎么会在这？是沃尔诺加吧？靠背哦，落叶留在此地不安全，快离开此地吧！等等，就差一点，我就可以解读完那些文字了。我觉得好像是想把它炸掉。尼兹杰尔法，落叶不能等了，快到这里来！啊，勇者心！这次又怎么来了？哼，他要把勇者心炸掉啊！哦，勇者心爆炸啦！哎，王子被吹走了，靠背哦。如此一来，世界便是我的了。那是魔王之剑。星星消失了。那颗星星真的是勇者星吗？而且那个拿剑的怪物到底是什么？你说什么呀，葛耶格将军？那是救世主啊，救世主受救了夏马迪。靠北啊，那一看就知道不是。这样子萨马迪就不用担心了，王国民众也可以松一口气了吧？那
那我先回圣马迪了，阿普田，你如果有事的话，也欢迎随时到王宫来。干你北七啊！于是魔王拯救了世界，真是可喜可贺的。哎，是啊。虽然消失了，但那颗星星上刻的古代文字写的尼兹杰尔法，尼兹杰尔法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就去问萨马迪尔国王，看他对尼兹杰尔法有没有什么印象吧，或许能了解什么也说不定。什么时候才能遇到公主啊？要真心不见了。好像很沮丧。干啊，我的马咧？请问我的马呢？请问我的马呢？是蟑螂，那到底为什么是蟑螂？biu biu biu biu。欸，很痛。哎呀！罗爷还是打死自己好了。啊，好，这只还蛮怕大十字的。嗨 ，Peter， 我们几点离开会场了？我早上，好哦 ，QG 晚安。哼，你十点到，我早上就撤场啦。然后天野跟卡子嘛，我不知道，因为他们两个睡着了。走开走开走开，没体力跟你耗，没魔啦，滚！其实我没有想要中他的。当那个稀奇古怪的物体毁坏时，看起来分成两半的样子，那会是我多心吗？真假的？你看到分两半哦？我刚没有看到分两半，我以为它炸了。文泽星就在最下地面那一刻恰好毁坏，真是不敢置信，肯定是发生什么事才对。你不是就在巴格拉巴时区吗？如果你看到什么话，可以告诉我吗？你说什么？有人斩掉星星？你开玩笑吧？不可能也有人斩得掉那样巨大的星星吧？干 ，QG 他在他自己台不刷爱心，在这里刷。他们把姐妹洞，好悲哦！我又不知道他们两个在哪里。勇者星不是突然发光，最下速度变快吗？那是我以为没救了。身上我到现在都还不敢自信自己仍然活着。可是他要砸，只是砸在那个巴格拉巴石群，萨马迪应该还好吧？